欢迎今天的家庭大师钱玉芬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学堂恋爱讲义的系列课程当中。人这个水面以上我都看到很多人的行为。从1991年开始，钱玉芬老师在台湾最顶尖的两所大学教授各类心理学相关课程长达20年。他自诩最擅长的科目就是心灵洞察与健康。周来填单子的人把教室整个都塞满，而且走到就是门口外面也全部都是人。上完钱玉芬老师的课，又让我觉得流着眼泪也很开心，因为可以更认识真实的自己，就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检讨了，在自己生活中觉得还蛮有帮助。也因为这堂心灵洞察与健康的课程，钱玉芬老师发现许多学生的痛苦与创伤与他们所成长的家庭密不可分。他开始关注研究各类家庭相关议题。在校园间座无虚席的心灵洗涤课程，相信今天钱玉芬老师也要带您透析自己从未看见过的心灵深处。嗨，各位同学，很高兴我们要上课了，对不对？对。请问我们今天要上什么主题呀？不能没有你。哎呦，不能没有你，又要恋爱，对不对？所以8号朝雨，请告诉我，你觉得不能没有你的那个你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男女朋友啊，不然怎么谈恋爱？哦，当然是男女朋友，对嘛？哈，这个好像没这个八字要两撇才能够互动得起来嘛。我们未来的諮商师3号玉伦，你有什么 comment 吗？可是我觉得这边讲的好像是爸爸跟妈妈吧？没有错，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不能没有你的这个主题，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长大了谈恋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忽略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与父母的关系，甚至我们父母彼此的关系，其实很会影响我们的恋情呢。那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幸福烘焙屋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故事好吗？这不是给公主戴的，这是配合国王饼给国王戴的。国王饼？是法国的习俗，每年1月1号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叫主显节。根据记载啊，耶稣出生后不多久，就有3个博士追寻星星的方向，到达耶稣出生的小马厩，送给耶稣礼物。我知道，就是生日礼物的由来，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法国人认为这3个博士呢，应该就是国王，所以在这一天就做国王饼庆祝一下，而且会玩一个有趣的小游戏。是啊。妈，妈，身体不舒服啊？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天呢就一直觉得胸口闷闷的，然后呼吸不太顺畅。刚刚到医院检查，医生也看不出什么所以然呐。妈，检查不出病啊，就是没有病啊。健保卡是留给需要的人用的。哎，讲话很无情哎。勇哥，有妈生病哎。我妈是要逼我结婚才装病的啦，却不是第一次。爸逼，看你儿子啊。妈，今天儿子，医生有说，你妈那是精神上的压力太大。他不完全是装的。什么叫不完全是？妈，你放轻松 ，relax 嘛。哎呦，我怎么放轻松？我压力好大哦。
还不是为了你，名字这么用，手又这么翘，可是恋爱一次而已，而且隔这么久还起不来，你很弱哎。对，你就是弱，你弱鸡，弱鸡一二三四都给你拍了，你扶不起。我不是爬不起来吗？只是缘分还没到，而且弱鸡拍了六集。我告诉你，怎么缘分没到，没这回事。妈知道你喜欢林医师，你就用力追。妈，我不想谈恋爱了。你根本就胆小嘛！你没有，你弱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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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鸡。好好，我是弱鸡，都是我的错啊！我是。他生气了，大家生气了，没风度。哦，我更生气。快点！你会不会话说得太重了一点？对耶，你话真的说太重了耶。哎呦，重症就是要下猛药啊，而且他长这么高这么帅，胆子这么小。可是你骂他弱鸡，这个真的会让他一蹶不振哎。我去看一下弱鸡怎么样。弱鸡，弱鸡。那，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不要安慰我。哇，开玩笑的，不要当真嘛。真的，我只是觉得勇妈真的很爱你嘛。可是我妈小时候最喜欢说她不爱我，不吃饭她不爱我，不睡觉她不爱我，我连不想洗澡她也说她不爱我。怪不得我老是觉得不会有人爱我了。你想太多了啦。我记得我小时候吃了一块糖，就我妈两个礼拜没有跟我说话。你有看过妈妈跟小孩冷战的吗？有啊，我小时候我妈就觉得我是麻烦，她能不跟我讲话就不跟我讲话。真的？真的啊，她常说怪我生我的时候月子没做好，常常头痛，然后就不理我。你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跟我妈吵架了。哎呦，只是分享一下啦。其实我爸妈妈只是很气我没有留在家里面，只是他们不是骂我，就是不理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大家都各过各的，又很少聊天。我真的搬出来，他们又不高兴。那你有空都回家嘛？啊，你买个礼物回家，跟他说声对不起。说对不起当然可以啊，但也要有人愿意原谅我才行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勇哥，你赶快去跟勇妈道歉啊，她一定会原谅你的啦。啦。妈，对不起，我说话说太直了。你知道就好。我是觉得爱情是很私人的，我自己会处理，你不用装病来威胁我吗？我没有装病啊，只是每天看你这样自我封闭，我真的心里很难过哎。你爸以前追我的时候还每天被打下，可是越挫越勇。要米养百种人嘛，爸的人生经验是爸的，我有我的啊。你找借口，怎么都比不上陈教授的儿子，人家博士也拿到了，小孩都两个。妈，那是他，我觉得天生我才必有用嘛。会说这种话的人，就是会去水里捞月，然后被水淹死的笨蛋酒鬼。你连李白都看不顺眼，到底还有谁你看得顺眼？陈教授的儿子。好，妈，我让你失望了，对不起。有吗？有吗？怎么办？妈，你有没有装昏倒装病这一招啊？好好，我答应你，我会认真找个结婚对象。妈，你起来了，地板上很凉啊。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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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出事了。妈。快点，妈，快点，快点。爸，
你要不要吃东西啊？我去买。我什么都吃不下。我在想，如果你妈有个什么万一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妈，你不要担心了，妈她没事了，她刚骂我还骂得蛮有力的。你就让着你妈一点吧。我知道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就是会顶嘴。你妈她不年轻了，你就多顺着她嘛。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你们吵得很凶啊，什么难听的话你们都说出来了，我也没看你怎么让她。这些事儿你还替我记着，我早都忘了。很难忘吧？啊，我常在想啊，这种吵来吵去的婚姻到底要来干嘛？不如离婚算了。不要，你这是什么？我们当初吵架不是为了恨，那是因为我们太年轻，不知道怎么样彼此去沟通。你知道爱的反面是什么吗？恨。当然不是，爱的反面是冷落。冷落是最残忍的事情。儿子，我希望将来你结婚以后千万不要跟你太太冷战，可以生气但是不要犯罪，可以含怒但是不要到日落，懂吗？天下没有完美的婚姻，但是有越来越好的婚姻。太太，没事就好。妈，对不起。不用道歉了，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还可以活很久。妈，你身体还很好，只是自律神经有点失调，不严重，休息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也是，谢谢你哦。不用客气。最近一直在麻烦你。哎，我一定要请你吃饭。有吗？真的不用客气。说了就要帅，你一定要让我请。好，那等你出院再给你请喽。对哦，我忘了我还在住院呢。既然我住院，那就请我儿子代表我请你吃饭。妈妈，你这个计策太明显了。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林氏，你愿不愿意跟我这个胆小又没有主见的儿子出去吃个饭？妈妈，没有人这样说自己儿子的，是吧？你争气点，林氏愿不愿意赏光啊？好，但是我有要求。OK。我想去一间漂亮的教堂。OK。为什么突然想来讲？我心中有一件事，想要请上帝原谅。其实想要上帝原谅你，不一定要来教堂，只要把心打开来就好。这么简单就可以了？是啊。好，还有你可以看 Good TV。跟着孙叔叔一起祷告。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基督徒，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确实是这样的。不管做错什么事情，上帝都会原谅我吗？是啊。那我该怎么做？就祷告啊。怎么祷告？这是我小时候一个传道士教我的。A C T S X。A adoration 敬拜，赞美上帝。C confession 告解，告诉上帝你犯的错。T thanksgiving 感恩，感谢上帝给你拥有的一切。S supplication 祈求，告诉上帝你需要的帮助。这是我知道的四种祷告，你可以一起使用，或者选择需要的用。我是新手上路，你愿意帮我祷告吗？好啊，把手给我。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你问我为什么想要上上帝忏悔吗？擦干你伤心的眼泪。你告诉上帝就好了。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接下来想去哪里。你又没有主见了。我你怎么不向上帝求恋爱的勇气啊？像是吹在草原上，我向上帝求恋爱的勇气啊，的勇气我都没有。只想静静听你呼吸，静静拥抱你。我请求上帝给你爱的勇气。请进啊！这是国王饼啊，还有这个瓷偶，你拿去哦，把它放在其中一个国王饼里面。那今天谁吃到的是今天的国王，而且是今年啊运气最好的人。好，眼睛摘下，眼睛摘下啊！闭眼睛，闭眼睛，闭眼睛，偷看啊，偷看，不能作弊啊！不可以哦。好了没？等一下，好了吗？好了没？不能看，不能看哦。好。眼睛自己随便选一个。好，妈先选。好，我先啊。嗯，好，那就这个吧。嗯好，谢谢。嗯，一人一个，快点。嗯，我完了。嗯，啊，对了。父母对我们也没有特别的严格，然后还有我们可能在食衣住行上面也没有任何的忧虑。那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生长背景之下，我们有可能会出现父母缺席的症候群吗？那如果是领养，可是就是他的养父母给予孩子就是极大的爱，那还会造成父母缺席的状况吗？哇哦！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虽然不会讲话，但是好像带着一种从天上来的期盼，就是好像这个国王派一样，我们想要被独一无二的对待。其实这个是人的基本的人性，我们喜欢被爱。但是各位，你可以想象吗？在我们出生，就是我们自从生命形成以来，我们会接触到的爱是从哪里来？家人，对不对？好，那心理学家会把这一个在成长过程当中对我们在爱的经验里面影响很大的这样子的人呢，把它称为重要他人。所以我们今天啊，要来谈这个。我不能没有你的这个课题，我们刚刚也看到，你看那个勇妈，对这个勇哥的这种对待方式，还有那个琪琪，他的母亲的经常的抱怨，对琪琪好像也有很多的影响，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要谈的课题里面，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就是不能没有父母，不能没有父母的什么的爱。但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末，有很多做
爱情方面的研究，但是他却探索到早年的童年的这个依附关系会影响，好，会影响我们的恋情，好，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要谈到两个我们可能会缺乏父爱或母爱的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真的就是父母的缺席，那第二个就是父母的过度严格。请问我们在父母过度严格的这种甚至接近斯巴达式的教育的这种状况下，我们能不能体会到爱？对慈爱的体会就会非常的少。哦，对，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啊，这是另外一种可能会造成我们缺乏父爱或缺乏母爱的一个情况。那要来谈这些课题之前呢，啊，我们来做一个很简易的问卷。这份问卷是测验您和父母关系程度的问卷，当您作答时请用一到五回答。一代表非常不同意，二代表不同意，三代表有点同意或有点不同意，四代表同意，五代表非常同意。问卷分与父亲关系。及与母亲的关系。好，我们的计分方式呢？父亲跟母亲是分开计分的哦。好，不管是父亲或者是母亲 ，A、B 两题呢，我们一般来讲叫做反向题。反向题的计分方式比较特别，就是你如果回答五的话，你只能计成一分。你如果回答四的话，你要计成两分，那回答三的话不变。那父亲跟母亲是不是会各自有一个分数啊？这个中位数就是12分哈。好，那我再请问一下，你跟父亲的分数大于12的，请举手。哇哦，好，请放下。你跟母亲的分数大于12的，请举手。那你跟父母的分数都各大于12分的，请举手。好，你们这些孩子啊，我就好好的抱抱你的爸爸妈妈。好，那不当然其他人也要抱哈，因为我们都经验到从父母那边来了，这个得到从父母那边得到很多的恩惠哈，很多的照顾啊。但是这里的意义呢，就是在大于十二分的时候，哈，大于十二分的时候，表示你跟父母的关系是偏向正面的。我大概在父亲这个部分啦，我父亲从小啊，就是父亲做决定是从来不会跟我们这个解释为什么的，啊，母亲也差不多是，啊，所以这样加起来啊，我的父亲的分数是6分，母亲的分数是8分。我记得在我30几岁的时候。第一次在带领别人在分享啊，在分享自己过去的成长经验的一些历史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回想我跟父母亲的关系的时候，脑袋是一片空白的，我回想不太出来那个感受，也回想不太出来那个画面。那为什么会回想不太出来呢？原来我跟父母就是有很高度的疏离。那这种很高度的疏离是怎么回事吗？是我从小到大就没有父母吗？而且他们没有远行啊，没有到外地工作，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那为什么还会造成我好像是这个有父母缺席症候群的这种状况呢？那所以我告诉你什么叫缺席。缺席当然我们指的一个是什么实际的缺席，第二个呢是心理的缺席。所以心理的缺席比较容易被忽略，但是实际的缺席呢比较容易被认知到啊，被警觉到。那实际的缺席，比如说父母的离异，或者是说父亲或母亲早逝，那再来呢有一些情况是单亲教养，像现在有很多在没有进入婚姻但是却教养了孩子的这种情况也蛮多的啊，这单亲教养。另外呢就有可能是领养，也比较容易造成实际的缺席的现象。那么
那如果是领养，可是就是他的养父母给予孩子就是极大的爱，那还会造成父母缺席的状况吗？的确有很多的父母有领养父母，其实他是怀着很大的爱来领养他的孩子的，对，所以领养一定会造成缺席吗？不一定，但是也有一个关键啦，就是孩子在知道他被领养的这个身份的这个过程，其实也要很小心哈。但是这个不在我们的探索的这个范围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这一块。其实我在这里讲的就是说，父母离异也不一定会造成缺席哦。早逝也不一定会造成缺席哦，单亲教养跟领养也不一定会造成缺席哦，但是它会造成缺席的可能性也很高，所以重点是，由个人的经验去察觉，个人的经验去感受。那心理缺席的部分，心理缺席的部分包括虐待，那像这种恶劣对待，父母在啊，但是呢，对他并不是疼爱的那个状态，他也就是会在孩子的生命里面造成缺席的状态。再来呢，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有上瘾的症状，比如说嗑药啦、吸毒，对不对？酗酒，甚至是网络成瘾，沉迷于牌桌上面，他会不会对孩子疏于照顾？所以当父母没有尽责把孩子养育啊，养育长大，其实这个就有可能造成心理上的缺席。还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对孩子的冷漠跟疏离，可能他也不一定有上瘾的状况，也不一定有虐待的状况，但是对孩子就是冷漠疏离。那为什么会有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是冷漠疏离的呢？这个部分有些时候会可以追溯到父母自己本身的成长经验。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父母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尤其是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生命经验就缺席了。那缺席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个叫做强制哑型。强制哑型的意思就是指说，因为我缺乏了，对，所以我就一直的被这种缺乏的这种空虚感、这种匮乏感紧紧的抓住，所以我缺我就要，我就到处要。那这种强制亚型的人呢，就是会造成一种低自尊跟处处讨好每一个人。所以我过去就是这种强制亚型的，所以我很低自尊哦，我觉得你们如果对我好，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谢你，所以我就会讨好每一个人。尤其是我成为大学老师之后，我发现我还会讨好学生，哇，这个才够惊悚啊！对，所以呢，这种低自尊、处处讨好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人，有些时候也会很难下决定。最好，比如说你问我吃什么，不用了，你决定就好，因为你喜欢我就好，一样在讨好嘛。所以你做决定就好，你喜欢我就好。而且甚至到最后，因为整个 focus 太在别人的身上了，以至于呢，自己脑袋里面就变成没有想法，其实也不见得没有想法，但是会隐藏、埋掉自己的想法，总是讨好、附和别人，以讨好、附和别人成为他的与人交往的这个方式。其实这种就是父母缺席症候群里面的强制亚型。第二个亚型呢，就叫做防卫亚型。防卫亚型是指什么？防卫机制嘛，防卫嘛，我没有，所以怎样？对，我没有，对，我从小就没有，所以我不要。哎，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比较浪人型的？他看起来有距离，酷酷的，反而你会很想征服他，你很想征服他。对，所以这种防卫亚型的人呢，他会不期待自己被了解，他的里面是什么？我觉得我习惯性的把自己认为我毫无价值。而且这样子的人呢，容易借着忽略自己的负面情绪来逃离痛苦。所以老师，你刚刚说的那种防卫亚型，他其实内心深处，他装作不要，但他其实还是要。但是他那个里面要哈，但是他是完全觉得他不可能要到。刚刚的短句里面，那个勇哥是不是就是这样？
啊，好像是。我是一个这个幸福的病毒，反正这个幸福都会离我而去的。OK， 对，那其实这就是一种不要安慰我。我不要，但是其实里面好想要。那就是因为里面没有那种肯定跟把握，所以他就在外表在一种酷的放弃的状态。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是说，就是如果你从我们从小到大，其实父母对我们也没有特别的严格，然后还有我们可能在食衣住行上面也没有任何的忧虑，那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生长背景之下，我们有可能会出现父母缺席的症候群吗？也许他不一定是父母缺席，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对父母的爱有渴望。好，应该是这么说，因为父爱母爱渴望症，除了父母缺席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再来解释另外一种情况。目前讲到的负向人格形成都是因为父母的压迫跟控制性行为。可是我常常好奇，那有时候负向人格也可能是因为放纵跟溺爱造成的。那如果是放纵跟溺爱的情况下，造成的结果会是些什么？如果有那个父爱母爱的渴望症，那谈的恋爱一定就不健康啊。我觉得它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不是的问题，而是知不知的问题。好，哎，同学上课咯。上一节课说要从哪里开始讲啊？瑞航的那个问题。OK。父爱渴望症的其他类型。对。父爱母爱渴望症的其他类型没有错哈。也许我们一生衣食无缺哈，我们的父母也让我们好像没有缺乏，也没有离开我们，那我就不会有父爱母爱渴望症了吗？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在谈父爱母爱渴望症，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父母过度的严格跟控制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指责，包括打骂，哎，你怎么会这样做啊？那不行的话，我就打，我就骂。另外啊，比较不容易被发现的就是用爱控制。哎呀，孩子啊，我把你的一生啊都安排好了，看起来好像是在很爱孩子。但是孩子在这种过度的控制底下，他没有他的自由度，其实他也会有里面也会有渴望，渴望一个父母的那种理想的爱的尊重的那种方式的爱。老师，我想问，就是华人社会很容易有爱之深责之切，然后父母常常会说那是因为我爱你，那老师你觉得这样子有什么看法？的确在我们的华人的教养观里面真的有爱之深责之切，而且有一种这个教养观，我们就真的把它称为叫做言教观。这种言教观其实在华人世界里面是非常的普遍的。对，所以在这里有谈到一个文化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文化里面好像普遍都是这样哈，普遍都是这样，可能问题就不会那么的严重。但是如果你的周围哈，你的周围都是民主式的教育，但是唯独你很被严格的控制，可能就也会控制出一些问题来。所以重点不是，所以我在这里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指标哈，就说几分以上一定怎样，几分以下一定怎样。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察觉自己在父母的管教底下，自己有没有下列的这些状况？如果有的话，可能造成，可能就是父母的过度严格造成你的另类的这种父爱母爱的渴望症。好，有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说在你心里面有挥之不去的高标准，我总觉得好像我一定要怎样才叫做成功，我觉得好像我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才叫做完成父母的期望。第二个呢，有一种状况就是失去身份，这个失去身份不是丢掉身份证哦，是失去自我认同。我记得我曾经陪伴过一个人，他的母亲意外车祸身亡，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之后，他突然觉得他不认识自己，然后突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要做这个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其实是跟人很高度的相关的一个工作，也很受社会啊这个价值的这个的肯定的一个工作，所以他就失去身份，失去自我认同，哎，好，失去自我认同，再来有可能他在跟人的关系里面，他就逃之夭夭，我逃啊，因为什么？父母的那种过度控制，使得他在建立，尤其是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很怕他的亲密的对象又成为另外一个父母，对，所以他会在恋情里面就会若即若离，希望，当然很希望我跟你谈一个很好的恋爱，但是呢，又很怕什么？又很怕被你套住，对，所以他在关系里面啊，就常常会逃之夭夭，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在父母的过度控制里面，所以呢，他就逃好。这种讨好跟前面的那个缺乏的讨好，好，就是父母缺席的讨好，你看异曲同工，一个是给很多控制很大，所以呢造成孩子的讨好，另外一个是缺乏没有缺席，他也造成讨好，那就表示什么？这些其实都是对父爱母爱都有一种很莫名的渴望的状况出现，所以这个是第二种父爱母爱渴望症的这个现象。我目前讲到的负向人格形成都是因为父母的压迫跟控制性行为，可是我很好奇，那有时候负向人格也可能是因为放纵跟溺爱造成的，不是吗？ OK， 这个也很好，这个也很好，其实我觉得放纵跟溺爱它是另外的一种控制，就是好孩子没关系你去，反正有爸爸妈妈 cover 你，那其实这个会造成孩子另外的一种严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孩子容易形成自我中心，然后认为说所有的人都要来附和我的需要，好，那又会造成另外的问题。如果有那个父爱母爱的渴望症啊，那谈的恋爱一定就不健康吗？其实它不是一定健康与否，我觉得它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不是的问题，而是知不知的问题。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会怎么对待，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会玩弄玩弄心理游戏，然后呢，强迫我们的这个谈恋爱的对象，然后来扮演我们的父亲或母亲的那样子的一个角色。因为我就是想要从恋爱对象身上去取到去要到像父亲母亲般的爱，这种状况就可能会造成不健康，甚至造成你的恋爱对象受不了，因为那不是他呀，也不是他想要的恋情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办呢？当然我们要谈恋爱，所以我们要回归到爱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谈到回到爱的本质里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包括认识，然后呢哀悼扬弃跟进入上帝爱的富足里面，这是我看过的，当然老师也看过很多的文献，然后我自己也融入自己很多的生命经验，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很基本的原则，也是一个很基本的历程。第一个认识，认识什么呢？各位，你要谈恋爱，你一定要认识我的成长岁月里面到底经历过什么。我常常鼓励学生，甚至其实他也是我的教学的一个重点，就是带领学生去整理他的生命经验。然后呢，有很多的大事好像发生。好，那请问什么叫大事？考上北一女是不是大事？是。但是也可能不是。其实这个大事，老师给你一个心理的那个判准，就是你认为这件事情对你的生命影响是大的。所以好，那你们要不要来看我的大事记？好。我只简单的秀几个哈。第一个，我出生的时候，因为母亲难产，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大出血啊，血崩，所以我的父亲啊，直到我母亲的命保住了。我父亲才决定把我留下来，不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的爸爸一直想把我送走的。然后3岁的时候呢，我经常独自一人在家，因为家里比较穷困，所以妈妈就要出去这个帮忙家计，
啊，所以三岁的时候，这个是我从父母的口中常常听到的一个经历，就是三岁的时候我就经常独自一个人在家了，这对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讲绝对是大事。五岁的时候，其实有一天啊，我就这个穷极无聊，自己一个人在家，也没有玩具，家里贫困，就看看隔壁人家有养火鸡哈，那个火鸡啊就在那边叫，咕噜咕噜，然后我就想，哎，火鸡叫好好听哦，我也来学学看。结果呢，我就学那个隔壁的火鸡叫，咕噜咕噜。后来呢，这群火鸡啊，就群起攻之，你知道，就跑到我们家的院子，然后开始攻击我。你知道我这里有一个伤口，长不出头发，有没有看到？有。这个伤口啊，我后来问全家，包括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伤口怎么来的。但是这个伤口很大，而且摸起来是凹凸不平的。这个伤口应该不是天生的。但是你看，一个小孩受这么大的伤，但是却不知道这个伤口怎么来的，表示什么？表示我被疏于照顾。我后来严重的怀疑，那个元凶就是这群火鸡。当然这是严重的怀疑，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好，对，所以这个是五岁。然后八岁的时候，这个我在上学的路上，大雨滂沱，然后路上那个水沟啊，都已经淹到看不到水沟了。然后呢，我就一个踩空啊，就跌下去，差点淹死啊。但是有没有人来搭救我？没有。这个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是大事，是大事。那就这样，老师这样看下来，你列出来的每一个好像都是很不好的、很负面的经验。哦，很好，很好，对。各位，你有没有经验到，在你跟别人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有负面情感，那可能是悲伤啊，可能是焦虑啊，或者是愤怒啊，这个时候会引发更多的内在对话。我们觉得很奇怪，难道我的成长经验就没有正面的事情吗？我相信一定有，但是那一些经验的刻痕不会那么的深刻，反而是负面的经验容易造成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很深刻的刻痕。对，所以在这里才说认识你生命当中的大事迹。这种大事迹就是带来你深刻的情感经验的这些事。有很多人听了我的这个课之后，他们谈恋爱就很多的丰富内容，哎，就什么，就是彼此啊去回想从小到大我到底经历过哪些事情，然后呢可以彼此的诉说，你知道吗？那个谈恋爱深度就深多了哈。那当我们，你知道，当我们在认识，好，重新去回想认识，然后再找一个人倾诉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去承认并且把它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想哭哦，甚至有些时候你讲着讲着就哭了。好，这个就是哀悼的过程。哀悼是指什么呢？啊，哀悼就是指啊，我们承认我们里面有那一个深刻的负面的经验。哀悼能够使我们自己的内心更清楚，更明白自己到底在要什么。那哀悼也能够，尤其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哀悼能够使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经验到这个情感的宣泄之后呢，你就开始要发现，原来没有宣泄情感之前，没有认识这些负面的影响之前，其实我们有很多因为在那个当下的负面经验而告诉自己的很多的负面的想法。对，所以这些负面的想法要一一的丢掉。比如我在被火鸡啄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孩子，因为没有人爱我。我是一个不值得被关注的人，因为你看我现在这么的狼狈，而且我独自一人去面对这么狼狈的状况。当我这种负面的自我认定放进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不合上帝的心意，这不是上帝原来的心意。对，所以我有了这个认识，我又哀悼之后，我发现我这种负面的自我认定要丢掉。还有我还要丢掉什么？我还要丢掉因为这一些负面的经历而形成的一些单逆的习惯，包括习惯性的脾气。我后来发现，在我很自我否认的时候，我会发脾气，
因为我先否认自己了，所以我就开始找别人否认我的这个蛛丝马迹。最惨的就是跟我们谈恋爱的人，就是当年的洪老师，啊，就是我现在啊我的配偶。当年他有太多的行为让我误解成他不爱我，被我误解成他一定有什么有什么状况。其实这种上瘾啊、迷恋啊，这种要求别人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来对待我，或者是说一直活在自己不被爱、不被爱、不被爱的这种巨大的负面声音的那种单逆里面，要丢掉这些是咬牙切齿的。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扬弃被世俗同化的价值观，因为我不被爱，因为我家里穷，所以呢，我就要赚钱，要赚钱，要赚钱。那为什么我们要扬弃这种被世俗同化的价值观呢？因为对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来讲，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目的跟属灵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恢复属上帝的价值观。所以当我们懂得认识、哀悼跟扬弃之后，我们可以进入上帝真正的富足里面。在1995年，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让我在带领别人的时候，我反而去发现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负面。然后当我愿意承认我的负面经验的时候，我每一次承认我都带来眼泪，我每一次承认都带来眼泪。我就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哀悼。哦，原来我甚至发现我的这个负面经验不但影响我跟我的配偶的关系，我的亲密的爱人对象的关系，我也影响了我跟我孩子的关系，我甚至也影响了我跟教会的朋友的关系。但是每一次的流泪就让我心灵的眼睛就更明白，不是他们欠我，乃是我自己。我自己里面没有清楚的去承认，原来我的那个缺乏是形成于过去。我一一的承认之后，我也咬着牙丢掉，我也咬着牙丢掉。我开始转过头来，我看到，天哪，上帝的爱好丰富，上帝为我预备一个非常快乐、非常正面、非常健康的配偶。上帝让我三个孩子很棒。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谈太多的你浓我浓的那样子的爱，但是我自己经验到经历这个过程，我才突然明白那个心里的那个属灵的眼睛突然明白起来，说原来已经有这么这么多上帝的爱放在我的身上了。当我们心存感恩去体会跟感受理解的时候，才发现哇，我根本就是一个幸福到不行的人，因为在上帝的丰富的爱的遮盖里面。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父爱母爱的渴望症，如果有，我们不是要怪罪父母，真的我要强调，我们没有要怪罪父母。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但是我承认我的父母是不完全的人，所以他不能用完全的爱来爱我。我在这个历程里面，在这个前提底下去检视我到底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我勇敢的去认识承认的过程里面经历眼泪，然后在眼泪当中看到有好多的怪怪的错误的一些行为模式已经在那里，然后我一个一个丢掉，咬着牙丢掉，靠着上帝恩典丢掉。然后呢，突然恢复属灵的眼睛，发现我活在上帝的巨大的爱跟祝福里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愿上帝祝福你。下课。切切怀孕了，再次切。
话就是玫瑰计划。跟上，走。